鳞片意味着什么？头发的毛鳞片是决定头发柔顺和闪耀的关键。自然界里的它更加离不开鳞片。鳞片是守护穿山甲生命的关键。穿山甲被称作森林卫士，保护森林不受侵害。可由于人们过度捕猎，它们赖以生存的鳞片被非法贩卖。目前，穿山甲已濒危。很开心看到欧莱雅美发开展一瓶不一零焕发闪耀的公益活动。穿山甲的鳞片虽小，却如同铠甲般守护着穿山甲的生命。头发的毛鳞片也一样，守护着我们发丝的闪耀。和欧莱雅美发一起，为穿山甲贡献守护之力吧。